你家里面有个地，我已经搞到楼下了，然后跟咱家人啊，觉得没有什么放不放，所以我就改善了，但是在这里。现在是昏迷的状态，有点这个意识不是很清楚，他现在他老公在旁边，我说我们回去可能会吃个晚饭，因为早出晚上才过来，因为病房太多人也很怕。那他有刚刚有醒过来说话吗？有，他也是就是用笔的路叫我让他走了，我怎么舍得，我怎么可能让他走，我说不可以，我说不可以，我说怎么可以这么残忍。